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龙儿街养生房。那中医认为呢，鹌鹑蛋呀，它具有健脾补肾、滋养五脏、补益气血、强筋骨的功效。那如果呀，你病后体虚、脾胃虚弱、食少乏力、失眠心悸、腰腿酸软等病啊，都可以把它当做食疗来滋补之品。那鹌鹑蛋中呢，含有丰富的卵磷脂，其含量呢是鸡蛋的3到4倍，那有助于提高记忆力，减少脑细胞凋亡，具有很好的健脑功效，可以帮助预防老年痴呆，因此也非常适合老人、脑力工作者、学生、儿童食用。第二呢，它呀还具有保护视力的作用。鹌鹑蛋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，有助于保护视力、关节和皮肤黏膜。最后呢还可以提高抵抗力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鹌鹑蛋中呢富含的硒元素，它是一种强抗氧化剂，可以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侵害，抑制细胞的癌变。因此呀，可以经常的吃一些鹌鹑蛋。好了，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同时别忘了关注我。